chicken here. No chicken here. Chicken here. 没电了啦！没电了！可是旁边的人叫我把门开掉。没电了。Yes. Yes. 6 a.m. 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把我外面的窗户被吓到耶。Good night. 要玩吗？继续？要继续拍吗？这个难一点。要继续拍吗？继续。OK。感想如何？ 啊，好好玩！闪光，他们在玩电视。这是绿色的，三年还在。谁打电话？我现在快狙狙了，你还打电话？真的，变态矿工。我就不接。哦，等下矿工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那个会显示你的脸，你最好把那些东西关掉。那我刚刚拍这个没用吗？没有，看的可看不到了。快点继续玩了，对。 我想，等会你，马上就死了，先生，你不玩的话，就等着首先去看闪光他们。我死了。闪光，你是哪个？我死了呢。<笑>我刚刚吃了车翻过来了。可以。 恐龙，赶紧啊，出去玩！回去，狗呢？狗呢？狗呢？哦，好恶心哦！狗认出来了，不是狗，是兔子。那放屁，兔子跟狗一样吗？你上面是这里，哎呦，你飞了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什么？我也不走。那不是看不到的吗？这是一个脸，好恐怖。 还有人进来，哎，好笑。换的话，哇，你们在干嘛？人呢？这，哦，西，我要打到这里，在门口了，No, 对不起大家，我要是我说脏话，对不起。不要再一脏话了，现在快疯掉了。人呢？哎，你被拿掉了。这个，拿掉 iPad。 我先找到狗再说。拿掉 iPad。 这个，好可怕哦。不是狗。 这里应该还没有。刚看到狗了，好像。你这里呢？快点看到附近。哇，恐怖游戏怎么的？去死吧。在这里，那个。开车。那我喝口水休息休息。关掉。快没电了。才一点就快没电了。Oh damn! Oh damn! Wait. Hold down. 不要转过来！过来了，弟弟，弟弟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兔子，兔子，好吧，那大家今天的偷拍，要不然今天的空空被吓实况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挺尸的。